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菜拌肥牛卷，洗锅烧水，水开下入肥牛卷，放一点点料酒，再把它捞出来，来两勺辣椒面，再放两勺蒜末，再铺上热油，再来半勺盐，半勺鸡精，再来点生抽、蚝油，放青红辣椒串，放两勺白芝麻，撒香菜、辣椒油，准备一碗米饭。这也太是米饭杀手了，拿一点这个小料拌饭，连调料都很香。这边的每一口都好爽呀。我觉得这道菜在年夜饭上面就可以出现。这个酱汁真的太绝了，换个勺子，这道菜对于我们这种碳水大户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。感谢大家收看《浪味仙》的私房菜。